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人在雅罗雅野糖水路的这个一王宫，因为这边有这个欢迎2024年的倒数活动，所以今天就来参与看看一下。现在一王宫在进行装修，要不然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们看看一下一王宫。看2024年的第一天，我们幸运的幸运抽奖，我拿到了礼物。在此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